护心脏最好的动作就是锻炼手腕和手指，因为十指连心，分享五个动作，记得点赞收藏起来，然后练起来。第一个动作，双手合十，然后翻腕。每天练习一分钟，也就是练到60个。不要着急，匀速，配合呼吸，呼吸匀畅，呼吸自然。第二个动作，双手握起来后，用力打开，握起来，用力打开，用力往外弹。第三个动作，把这个手指收起来，攥紧以后，用另外一只手握着它，啊，用力的去挤压一下它，放开，用力挤压，放开，挤压，放开，感受的这个压力。这个动作非常舒服，看一下。第四个动作，两手交叉，掌根相碰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双手交叉，向前推，用力收回来，然后再向下压，收回来，向前推，两手伸直，然后再往下压。好了，以上五个动作非常简单有效，希望大家赶紧练起来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。